我会对美白产品没有兴趣，最主要的原因呢，美白产品擦了很久，其实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效。因为呢，这些美白产品它并不是把你的皮肤从原来的肤色变得更白。美国的药妆学大师他在2023年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，如果你想要达到美白的效果的话呢，成分要有几个方向。第一个要这罐保养品，它在整个的设计上呢，就比较符合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美妆大师他在2023年发表的一个研究的这个成果。其实美白产品有没有效果，也必须要看它的浓度。那这个呢，至少它会有写是2%的传明酸。这些美白产品呢，老实说，它真的是五差五波比。如果不想要让皮肤变得暗沉的话呢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直接有效的方法，就是。是比较能够看出脸上亮白效果的。